觉照自己每天在想什么。如果你从早到晚你心里只想着自己的话，那你就没进步。如果你每时每刻觉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每时每刻觉照自己在想什么，你在想什么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而现在你在干什么，这很简单吧。你的目标是成佛，而现在你做着不是成佛的事，那你等于在路上玩了，那目标还在哪？那你何时要到达？每时每刻觉知到你在想什么，就是这很简单的意思，并不是觉知你一定要说做我喝水也罢，我录像也罢，我去做什么也罢。但你这一刻你的心在你的习气欲望的哪一个点上安住了？你这一刻心里边很愤恨啊，很愤怒啊，很不满啊，还是很嫉妒啊，或者很憎恨啊，这些如果有这些马上抛开啊。一开始汗这次慢也很难去掉，但是这就是一开始多关注别人，多关注身边的人。自己的习气有时候我们一下放不下，但是你不要理他，他生起来让他生起来，他也不可能有时候不愤怒，你不要理他，他就过去。我们太在乎自己的一些情绪了，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很在意自己心里那种难受啊，难受让他难受，难受一会儿他就没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心里会苦，苦就苦呗，苦也罢，甜也罢，还不是两个极端，苦也罢，乐也罢，就这样，你看着他。如果实在过不去，自己坐一会儿，就是觉照，还是始终还是个觉照，起作用。其实这些东西很重要的，就是说这些好像是没有什么固定的法门，但这些东西太重要了。悻悻的就是起坐以后这种觉照，觉照你的心在哪，觉照你的习气，觉照你每个念头从早到晚你在想什么，你安住在了什么事情上，而你未来的目标在哪，每天想清楚，然后在坐垫上才会有进步。你到底想不想成佛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每个人每天都在说是我们在修正，你到底是想怎么样，你到底想不想成就？如果想成就，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就像大象过河截流而断，要有魄力的，当断则断。很多事情如果黏黏糊糊，很多事情搞不定啊，就在这儿缠缠绵绵黏黏糊糊徘徊，就人世间那一点点事徘徊三五年，在那儿转悠了三五年 OK。然后呢，你连一条小河流都没过，还渡生死大海呢，你说怎么成就？修正者都不敢考虑未来的，为什么？明天可能我们就死掉了，有什么未来可考虑的？明天我们在吗？谁知道呢？后天呢？谁知道呢？你不要想未来怎么样，你先做今天的，每天每天都在往前走，真的是就不管这个世界你身边有心里边有多少事没放下，要看修行这个步伐不能停，该做啥做啥，该修该行，该绝招绝招，不停地往前走，可能身上背着痛，背着伤痕，背着所有的一切往前走没问题，别走别扔呗。你怎么办呢？这现在放不下吗？那别走别扔，别走别扔，但是脚不能停，脚一定要往前走，用最大的力量往前走。那实在说走不动了要压的，我实在老是爬不动了，那老师帮你扔吗？老师我帮你往下砍呗。那就是抽抽的看是用板子砍呢，是用刀砍呢，还是用什么帮你往下放的。